金沙麦美嘉年华金角暑假强势回归，由金沙中国主办、澳门中华总商会协办的2021金沙麦美嘉年华，一连三日在澳门威尼斯人金刚会展 A 级 B 馆举行，超过560个精选展位、集购物、美食、亲子活动及游戏于一身，为本地居民和旅客带来无与伦比的嘉年华盛事。今年的规模比去年是更大，总的摊位的数目增加了大概10%，有差不多一半250多间是中小微企，而我们最开心的是有150个摊位是新的。我们能够创造一个品牌，能够在每年的暑假能够拉动消费能力，能够将它成为澳门人一个好去处。这次大型的嘉年华展位，由去年的500个增至超过560个，较去年增约一成，充分体现了金沙中国以大大小的企业精神。作为全澳最大规模的消费折扣展，金沙麦美嘉年华设有9个展区，包括家庭用品区、食品专区、金沙商户区、文化创意区、儿童游乐专区以及澳门原创 IP 区等等。活动为金沙零售商以及本地中小微企提供免费的营商平台，可以协助他们拓展商机的同时，亦都为本地居民和游客打造盛夏好去处。有很多折扣优惠，所以是 很多元化，不同类型都有，所以就很吸引广大的市民可以来这里。本身都是金沙翠宜的供应商，大会宣传是很好的，而且这个配套完善，那我们令到我们认为这个嘉年华这个内循环是做到最好。因为知道这个展呢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客人过来参加的，就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去令更多不同的人去认识我们的产品。而为了促进社区多元共用，嘉年华特别邀请了部分本地社企参与。我们第二次参加今次的嘉年华的活动，很多谢金沙中国能够支持给我们能够摆一些摊位在这里。透过这个活动令到公众有多些机会和智障人士的互动，从而推动到相见共融这个想法。再次参加今次的活动都是希望多些人都知道，残疾人士其实他们自己都是很努力通过不同的工作融入社会。丰富活动不容错过，7月23至25日金沙麦美嘉年华约定你。